陈胜，我在医院等你那么久，你怎么？你怎么没有来啊？这是什么？阿爹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为什么你明明答应我却还要签这份合同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去找他了？阿爹，你先别急，坐下来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你先放手好不好？放手，放手，然后去找他吗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跟你讲的你永远都不听呢？为什么你要签这份合同呢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不要再跟他联系了，不要再跟他联系了。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样？你告诉我那是怎么样？今天是因为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